优莎娜23个常见问题之三，所有维他命 ABC2Z 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要买你们的？在北美洲有的营养补充品比较指南，上面有美国和加拿大市场上销售的1600多种营养品的品质比较，其中只有四家产品得金奖的，这四家产品是用制药标准来生产，其他都是按食品标准生产的。为什么 USANA 不一样呢？因为 USANA 的产品是华斯博士领导的科学家团队研发的， USANA 长期与 Linus Pauling 学院、透视谷科学院、澳洲大学等顶级研究机构合作，与这些机构共享最新研发成果。 USANA 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惜工本绝对有效的。 USANA 有一句口号，我们测试过了，我们证明是有效的，我们是 USANA。 We are test, We are approval, We are USANA。 这是落地铿锵有声的保证，我们的东西是绝对有效的。比如市场上的钙片很多是贝壳类碳酸钙，而 USANA 是水溶性的柠檬酸钙。水溶性的柠檬酸钙在市场批发价上比碳酸钙要高70倍。如果你是商人，你会用哪一个？如果你是科学家，你会用哪一个？华斯博士是不惜工本做出的营养品，还有华斯博士研究团队具有研究人类细胞40多年的经验，所配出来的产品配出来的比例是最适合人体需要的。 USANA 产品的亮点：一、优化产品以制药标准 GMP 生产，采用最严谨的分析和产品控制程序，产品符合备受信赖的 USP 标准，证明产品可在人体完全分解，并不含未经申报的成分或任何有害污染物。二、复方化 USANA 所有维他命都是复方的，另外还有 AOS 及药引子，能使产品发挥最佳效果，这个概念是从中药引进的。东方的中草药和古药都是复方的，老中医抓药都是一副药是很多种的，而西方的都是单方的，比如鱼油、西洋参、银杏、卵磷是都是一样两分开的。华斯博士伟大之处在于把东西方的医学真正结合起来。三、量化 USANA 保证其产品的效能，经科学家们不断研究，每样产品都有最合理的配比量，量化是产品功效的保障，是重中之重。四、科学化 USANA 的独特配方，全部采用可靠经科学验证和临床测试的优质成分。 USANA 的47种成分要做多少试验，收集多少数据，才会找到这个真正有效的配方。要知道人体的细胞在什么配方下，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最好的吸收这些营养，这些都是华斯博士的研究团队几十年不断研究得到的，商人是不会去做这些的。为什么 USANA 产品和别家不一样？ USANA 产品、科学家产品和商人商品的巨大差别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点击订阅，可以收到公开推送的信息。